线哈，各位局座所长哈，大家好哈。我首先哦，请教这赵局长了哈。赵局长，李小姐哈，因为这个中油这个违建的哈，从去年讲到这时啊，总是先来讲过哈。我记得有问咱这个谢大队长了哈，伊是甲我讲有排这个5/27哈。要改贴啊！因为现在我很坚持的，就是讲中油哈，国营企业啊，国营企业你是在以身作则呢？啊，给他国营企业从来不以身作则，拢带头违法，这是很要不得了。哦，因为按所谓成本拢加进汽油内底啊，我相信讲我们在座的哈，就大家所有人，敢要甲中油出价过？敢要甲伊讲要甲伊头只反只讲加油伤贵，我要加俗的无啊？无人法度啊！啊，无人法度就是讲，伊所有的成本拢计算起来对啊，先来去带头为法。所以吼，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安尼对啊。你只讲这一个坑边啊，这一个坑边啊，尔对啊，一个坑边啊，啊一个坑边啊呢？伊即马你看，改做安尼，改做安尼内底呢，要讲要来做办公厅做设备的对啊。哎，当时要甲咱政府申，要甲咱市政府申请呢，我们市政府不准呢。按市政府就是讲哦，叫按整体来规划哈，按开来做安尼。啊，可是中油呢，不甩我们市政府了，嘛不会插板呐，啊，不会尊重安呐。哦，中油一再就是讲安尼啊。当时是讲我甲讲污染的时阵呢，环保局讲要可能要排不排除要改停工呢。因董事长啊，甲市政府呛声，讲听听看呢、啊哦。我实在听想拢袂了，我想到这個，我实在想拢袂开了对啊。所以呢，中油呢，一直很恶劣的行为哈。啊，对我们市政府，啊，对我们老百姓呢？你想这样、哦，这栋哦，这从刚去年开始啊，到现时啊，哈，所以5/27，哦、我也拜托讲，我们一定要强烈执行的，对啊。哦，当时我讲我也去看，我也5/27，我也去看啦。我无咧惊中央，因为我也无去谈这质询，等于讲我甲你讲好啊，你免来听啦。所以我一定爱去谈这质询，好，恁知影讲，哎，我跟中央讲袂好，哦，所以就是我一定也可以，我也去看。哦，这我爱看，啊，无电话这看到咩啊？后壁就过来发毛炮啊！我昨天啊，我刚接接电话讲好啦，免来听啦，我拢无去接顺啊，所以现在爱去接顺，就是安尼这个原因。哦，啊，所以大家惊中央，我都无咧惊中央，反正中央大细条，拢都我打开就对了，我拢无要紧就对了，我无咧查这条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爱拜托一下吼，佮再来个有吼，这间也是，哦，这间也是，这个。利人所生子，研究所这内底也是，因为这时间的关系，我用表面的尔，对，迄内底拢甲你计建起来就对了，啊，到拢空拢空旷啊，都甲计起来，是咁多都拢共款的，吼，这也拢共款吼，佮再来，这间也是，吼，这间多咁多，多打唔只对面这间，这两间对面尔，只要三栋就对了，三栋吼，拢都这利人科技研究所。请两个博士讲用两个机来，同来地方在当研究啊。中央国家事业用来研究，我看应该是较寒酸嘛。应该你得爱起大楼，你得爱规划好势，看要安怎研究，无人甲你排除啊，无人甲你反对啊，较会使违法一下。吼、哦，感谢你决定。所以这部分吼，吼、哦、你看这安尼，你看内底啦，内底拢空旷的哦。啊，即马甲变安尼啦，内底你也看内底啦，我变安尼啦，内底啦。啊，按政府甲讲叫要整理过来，也不爱插班就对了，也不爱插班。啊，我去年呢，我惊用口头去检举啊，惊时间无按，所以我定个个在是市政府吼，信箱去检举啊，是7月25，我去年7月25就检举啊，吼，去年啊，准备一档啊，准备一档啊，吼，我也再次提起啊，啊，拜托这爱主任的，请局长耽误者，谢谢，请耽误。谢谢议员哈。其实这三栋哈，确实我们查证的结果哈，确实是违建，哦，确实是违建。那我们大队这边哈，也在5/27要去执行。哎，以上。谢谢李小姐哈，因为钓鱼当时，啊那我跟咱那个公务局这样去看的时阵，伊都乌白刻图啦，讲因有图，因有啥货就对了。啊，结果唔是因有图呢，啊冇图啊，我感觉呢，啊冇图啊。按空道船退出来就是无，因就是违建。啊，因唔知伊在起呢，都讲当时讲空道船有了对啦。
迄真正是伪造公文书呢，这人靠钱，这政府这公安们这人解人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我是很坚持的哈，决定你也知影。啊，我特别谈这质询，我大家讲啊，就是没有政府知影讲，我跟你对账。哦，我也无谈这讲啊，伊后边来跟你讲诶，决定啊，我敢去拜托议员讲势啊，伊拢无质询啊，你慢过来听啊，这绝对无了代志。我敢证明没有妥协的空间就对了，没有妥协的空间哦。这爱拜托哦，啊，佮再来另外那个。我即请教即杜花局吼，按即个，当你请坐，局长你请坐吼。因为中油104年的停厂啊、迁厂啊，伊即是先停开，当然是要完全迁厂。哦，政府内底公文是完全迁厂，政府内底上重要尾下还有一挂话，就是讲迁厂呢是使后继地区发展为新兴社区的重大的计划，政府呢为此下很大的决心，政府呢。为着电，我们前期没有发电，没有迄个风力发电方面发电的，政府为着这发下足大个决心嘛，唔是政府下足大个决心尔，我嘛是下足大个决心嘛，要来迎接这一块来临啊！啊，所以这决定你情况，你行政区伊会当规划，伊会当研发中心呢，其他多少种会当研发中心呢？你会当规划，你会当起大楼，当要安怎做？伊偏偏不来，啊，偏偏就要违建带头违法。哦，你个总公司经营在用一台北，啊，不买你个高雄，气泡车恁严重。甲恁讲，因个我做年会，什么啥，什么工会，什么家会啊，啥会啊，唔知影，搁只呛声，讲因无爱。哦，我这上个，较比市政较大个，啊，甲市政呛声，讲无爱签落来呢。哦，所以我们不反对讲，一个行政区，一个开发没有污染的。产业跟就业，我们是不反对。我唔捌穷人，唔捌反对讲就业问题。伊就是污染，伊个厂区内底，伊包括烟草，伊就是爱全部搞净空。全部净空，我也捌同只即阵过，我也捌讲过。伊污染很严重，污染严重诶，伊就是爱处理。伊处理了，大概没有着即个土地，同只争执。将近50年先做公园，50年后阿爸人开讨论。50年后，我相信在座人可能无半个啦。在这不半个，后壁50年人开讨论。50年前，这50年来，你就是一定爱个土地，一定爱个整理好势，一定爱个先做高雄。安尼，我想你讲，对阮那边的人也较是一个正面，对高雄市也是一个废，也是一个正面的啦。哦，所以这点我请这个局长目前总讲，我想你讲过去发公文，何其政府无啊发公文给中央，中央反正该回答讲土地阮的，阮免了改规划，不爱插办啦。伊慢慢想袂到讲民进党执政啊，啊市政也民进党诶，所以我相信后摆我们唔敢咧发卡对话啦，我相信唔敢咧发啦。哦啊，所以我们市政府对这点有啥物规划？我请按这個李局长啊答复者吼，谢谢。李局长，请答复。啊，多谢主席啊，多谢黄议员。我想高雄炼油厂以它的区域条件非常好。哦，我现在先针对那个无污染，现在在做行政区，大概将近80公顷、70几公顷这一块了。那它附近，我说条件为什么好？它附近有你看临近高铁，一个捷运，啊，离铁路无远，啊，还有真水的这古早日本时代的这宿舍群，搁咱古堡路试运，啊，搁加工出口区。所以对都发局来讲，甚至对市政府来讲，这是阮认为讲这是北高雄后一个世代。一块真好的所在，会当规划做生产、生活、生态一个好所在啦。那古尼，我们经发局也有发文哦，代表市府发文给中油哦，希望说他未来土地的利用哦，赶快提出来说到底要怎么做。啊，中油今年大概伊4月份伊有把因的计划上过来起户家啊，但是阮内底感觉讲迄个内容比较。有点空虚，比较不切实，较无遐实在啦。卖讲不切实，较无遐实在是安怎？因为包括讲今年1月份，阮去财政部开会，毛针对中油这块土地诶无污染这块来做思考。啊，现在要做这块思考，因为炼油厂迁徙了，咱希望讲寻求后一个世代新的这个投资产业的动能能够进去，带来更多一些比较优质好的就业的工作，也带动整个北高雄的一些产业的一个新气象了。那可是财政部那边也认同我们这样的看法，哦，希望讲这个计划提出来，中央提出来这个计划是会当
和经济部认定讲，这是算咱国家重大的经济建设计划。啊，这对地方好，对国家，对这个城市好，对这个国家拢爱有好的帮助，这是咱支持的。所以，阮即马是要求讲，伊得去去修改，针对咱地方家的要求哦。啊，针对讲迄个重大经济建设计划，包括说中油总部要不要下来，跟基于方便就近管理城市的安全，跟高雄市民站在一起。好，那带以国营企业的这个动能去带动一些新的企业、新的投资进来我们这个比较好的区域的地，我想这个是我们衷心期盼的啦。那这部分我也要求，讲中油家，把这些东西想好通、想好透，啊，一些具体的投资计划、具体的发展的方向，然后跟咱市政府、跟咱的高雄市民做会沟通，啊，然后呢共同来促成这件代志。啊，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会持续的跟未来的新政府来好好的做一个沟通。谢谢局长，因为中油吼，拢很会化饼充饥啦，伊做搞为化饼充饥啦，伊曾经啊，捌报纸有捌报啊，伊捌搞发危险到后面人啊，发讲吼，因也淡家就对啦，中油也淡家啦，因要。世界百大企业吼，拢要来遮投资啊，夏普啦、劳斯莱斯啦，啊一寡最有名的对啊，都世界一百大的企业，伊就是都要来讲要来投资啦。讲哦，拢大家拢有意向啊。啊，从民国90几年发来，发到将时，高雄市讲有一百大的企业，都跟世界跟几百间中央合作的，无半间啊。啊，所以中油呢，伊就是讲要化饼充饥呢，他没有远见，没有规划，因为伊是国营企业，保护了伤过久去啊，我大家变懒惰啊，大家变只讲我都阿免开发，阿免经营大经营啊，我叫一个阿西去做当时都挂一个名，卖趁钱啊，未趁钱，我无在油气两块都趁钱啊，还未趁钱啊，要趁足济卖，咁啥呢？迄保护企业就是卖就是安尼，就是长期用保护，啊，迄倒遐人呢，就变惰性呢啊。啊！遐人佫在今年讲，哦，阮读国光事业内底上班，哪想要讲安尼高高在上迄种型安尼呐？哪想要讲因啥变哪讲？尤其因社区佫在围墙，佫生活佫围墙，迄看到围墙啊，实在心情就歹下就对个。就讲就讲，我社区讲就围墙围成安尼。哦，因拢在今年讲因越人类就对个。啊，安住外口人是安那个安住外口人是安拢唔是人安尼呐？敢因中个人为啥多起来？对生活是优越人类俩？所以这因为心态哦，长期没办法跟一般的人哦沟通跟协调，跟人融合在一起啊，从来就没办法。你想讲较早按这个这個、用无时间啊，这东西就我哎来讲，较早这个吴孟德局长，迄阵检验局要去的时阵，是这油厂国小，油厂国小迄站遐迄几啊站，就是要改呢围墙拍开，拢停车啊方便啊。哦，安拢规划好势啊。因嘛不爱插班咯，因嘛不爱插班。啊，所以最近我也用一挂相片，我总是想我较来讲一下清楚的。迄种物件绝对一定爱对着时代。你讲你用机车道，吼你用机车道，叫来人行道和人行道，人行道是要人行的呢。就我人行道啊，停两排奥特曼啦，停2排奥特曼，就我奥特曼这台要骑船，含人啊要行不过啦。啊，会当骑一台尔，袂当骑两台，我都用三边拢停啊。即个、迄个银行都三边拢停啊，伤过恶意啊。所以即我是甲我摕一挂相片吼，我来当时就较过来讲即部分啦。所以即个局长即摆中央即部分，吼、哦，我也拜托讲，按即个行政区级地头你有讲，吼、哦，要先开发，伊要安怎开发？伊主要不污染呢？吼、哦，你要烟花，要什么绿的，要什么产业，我无反对啦。阮从来，阮万不叫反对讲有对一个去招诶嘛，咁啥呢？啊，问题就是讲，伊中油伊长期伊关键就是讲，因进攻上背就是讲，看这块土地，因要继续去用去卖，抢也茫听，卖要继续去围啊，去搭淡薄围啊，公司来卖啊。因这样个心理就是安尼尔，因无啥物步数啦，因都有步数，就是讲哦，佮整体佮稳稳好势，抢啊去围啊，继续危害高雄市啊。高雄市佮在门发展门整体在迄个规划，无法同环南北高雄市发展迄个连接在一起的，因为想法是安尼尔，所以那是拢我想法啦。所以我们市政府这边，啊，我八大公叫你这边，我们要规划的时阵，我们讲实在的，
嘛爱听一寡地方的心声。啊，你中央当然就是讲，伊拢报喜不报忧尔啦，伊从来拢。谢谢黄议员哈，那我们上午的议程到这里为止，那下午2:30继续开会，散会。